北京时间2月26日，湖人全队飞赴达拉斯，准备开启4天3战的客场之旅。他们将在2月27日对阵独行侠，3月1日对阵灰熊，3月2日对阵雷霆。要想缩小与前面球队的差距，完成冲击季后赛的目标，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比赛。湖人官方晒出全队登记的画面，詹姆斯和浓眉将率队冲击3连胜。此前他们连续击败鹈鹕和勇士。詹姆斯穿着黑色细格外套，拎着一个旅行袋和保温杯走上舷梯。38岁的老詹必须注重保养。上一场对阵勇士，詹姆斯20中5，得到13分9篮板8助攻，命中率和得分均创赛季新低。不过即便如此，湖人依然轻取勇士，他真的好久没有打过这么富裕的仗了。浓眉上一场也只得到12分12篮板，湖人新阵容的深度相当可怕，这也是他们接下来冲击季后赛的资本。右踝有伤的拉塞尔随队前往客场，他的伤势不算严重，但哈姆表示拉塞尔大概率不会出战下一场对独行侠的比赛。重回湖人以来，拉塞尔表现不错，期待他能早日复出。拉塞尔缺阵的时候，湖人预计会让施罗德重回首发阵容。上一场比赛施罗德替补出场，得到13分6助攻，表现中规中矩。虽然湖人新阵容的样本还不大，但是已经能看出他们的威力了。佩林卡确实用交易拯救了湖人。数据显示，自交易截止日以来，湖人的防守效率是 108.8， 能排在同期第三位。他们的半场防守尤其犀利，把勇士半场进攻的效率限制在 76.9。 湖人记者还列出了新组合的一些数据，詹姆斯加浓眉加拉塞尔的阵容百回合赢11分，防守效率 102.2， 詹姆斯加浓眉加比斯利的阵容百回合赢13.3分，有效命中率 60.5%。 詹姆斯加浓眉加拉塞尔加比斯利加范德比尔特的阵容百回合赢26.4分，进攻效率是可怕的 128.9。 新湖人能否冲进季后赛，欢迎大家发表见解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